各位朋友，我是刘南昌，欢迎收看《哇失衡论世》啊！今日帮大家讲咩呢？啊，而家世界上真系仲有战争，咁讲战争咧，一定要讲兵。嗱，我哋睇翻而家俄乌战场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啊，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现象就系咩咧？俄军同埋烏軍，尤其是烏軍有大量的女兵，你特別喺睇翻嗰啲啊互相交換的俘虜裏邊，烏軍的女兵咧係相當相當之多啊！喺呢一種情況下啊，即係可以噶，而家戰爭戰場啊，根本就係唔分男性女性啊，女人都要攞起槍啊！喺呢一個情況下，我哋咧就將嗰個視角咧就轉翻嚟啊，睇下我哋中國，我哋中國嘅女兵啊，真係今日咧就想幫大家講講啊，中國嘅女兵其實咧，大家知道中國咧就係、是、啊，大家有一句話，大家都好識好知道嘅，就係、是、古有花木蘭。喺呢個冷兵器時代，係用刀，係用矛啊，用大刀去進行呢、這個靠完全是靠體力、靠功夫去打仗的時候，都有啊女兵啊花木蘭啊，而且是啊掛帥啊打贏了。但是隨後呢，跟住到而家咧，我哋都可以看到在呢、這個啊中國的內戰時期，其實中國的紅軍啊同樣是有很多女兵，特別是啊紅軍的四方面軍。西路軍啊，去打呢、這個去西路軍裏邊有成個一個婦女團啊，成個團嘅全部都係女兵。咁喺海南島有個瓊崖中隊，瓊崖中隊後來咧就係、是、拍咗一個電影，係有芭蕾舞叫做《紅色娘子軍》。咁啊，所以咧好多人講啊，呢個《紅色娘子軍》裏邊有個主題曲就係、是、古有花木蘭，今有娘子軍啊。實際上到而家咧就古有花木蘭，今有咩霸王花，即係實際上而家解放軍嘅女兵咧，即係滲透到解放軍嘅所有軍兵種都有。嗱，最近啊，即係舊年喺呢個珠海航展，大家都睇到一個靚女啊，呢、這個徐鳳燦，呢、這個集團軍呢、這個突擊旅嘅空二十直升飛嘅駕駛員，空直二零個直升機，大家知道呢次俄烏戰場，卡五廿二俄軍嘅卡五廿二，主要咩啊？用嚟打坦克。中國嘅空直二十同樣亦係用嚟打坦克嘅，即係話實際上呢一個靚女飛行員咧，啊，佢咧上咗戰場，佢嘅任務啊就係專門去攻擊嘅敵方的重裝備啊！如果台海一旦有戰爭啊，佢發揮的作用可能就係咁。所以咧，實際上佢就已經唔係啊，曾經有好長時間的概念，即係中國是有很多女兵。啲女兵做咩啊？啊，第一護士啦，大家睇過上金嶺，上金嶺有個護士喺個坑隊裏面都有個護士啊，唱啊一條大河呢、這個歌。啊，跟住咧，呢、這個女兵係做咩咧？做通訊兵啊，即係電線啊、電話啊、無線電啊、通訊兵呢啲。跟住仲有咩咧？啊，仲有做機要文件啊，負責啊機要文件啊，各種檔案嘅收藏啊、收發啊等等啊，機要兵。仲有咩咧？文體兵啊，大家知道簡軍啊，唱歌跳舞嘅女兵好多好多啊，仲有以前咧。簡軍咧，體育咧，仲有一個八一隊，八一隊咧真係相當相當威水啊！八一籃球隊啊，男子又好，女子又好啊，八一乒球隊，男子又好，女子又好啊，都係攞得好多冠軍。後來咧，簡軍進行咗軍事改革啊，對於呢啲文體兵咧就大幅度咁收縮。就唔要咁多啦，就留翻啊全軍就一兩支咁啊算數啦。咁而家個文體兵，但係文體兵咧，的確仲喺簡軍裏面咧就佔有一個重要定位啊。仲有一樣嘢啊，一定啊不能不講嘅就係、是、啊國民黨嘅國軍
啊，包括以前的監軍啊，都有很多的女特工啊，女特工是發揮相當相當大的作用啊，佢啲作用大家看過很多的呢個影視作品啊，都可以從中了解到啊。咁問題而家係啦，即係中國的而家女兵。就而家唔係呢一種嘅印象，已經唔係話醫務兵、文體兵呢種嘢，而且完全係進入到作戰部隊。嗱，先頭講嘅靚女飛行員徐鳳燦啊，大家啊，即係我覺得係不妨去睇多佢兩眼，真係佢啊，佢係啊喺學習時又好叻啊，學霸。啊、身材又高一米七啊，一米七五啊，呢、這個啊又係靚，所以咧就引起好大好大關注。咁實際上我哋最關注嘅就係佢係咪真係打得？即係你做當兵嘛，你開直升機嘛，你要對敵人嘅坦克啊，對敵人嘅重裝備，對敵人嘅堡壘啊，這個其他嘅種種嘅地面設施，從空中進行攻擊。你有冇呢個能量？你有冇呢個膽識？有冇呢個技巧？可能是重要的。講多句咧，阿徐鳳燦咧，佢而家咧就上次就幫呢個劉洋見面。大家知道啦，劉洋係而家嘅宇航員。宇航員裏邊咧，其實佢哋原來咧都係飛戰鬥機嘅啊，飛戰鬥機啊呢、這個出身。咁徐鳳燦咧，佢話佢都想做宇航員。啊、我覺得未來可能真的有機會入會選。咁講到呢個中國的女戰鬥機飛行員咧，真係已經唔少啦，已經係有十幾批啦。咁最出色的有個叫做余旭嘅，余旭嘅四川妹啊，真係佢好犀利，佢開殲十個技術咧就係一流嘅。啊！佢喺珠海航展嘅時候，我自己咧都特登去珠海航展去睇過佢個表演。哇！真係嗰啲技術真係喺空中翻滾啊，空中啊用眼鏡蛇動作呢啲全部表現都呢個非常非常之出色啊！幫編隊飛行，即係話四架啊僚機掌機一齊編，又飛得非常精確啊！就係可惜佢係一次。訓練練習對面咧飛機出事，咁佢一跳傘出嚟之後，佢個傘咧就俾僚機個機翼揩到，結果呢個余旭咧就犧牲咗，卅幾歲，真係非常非常可惜。即係中國開千十嘅戰機嘅呢個女飛行員啊，咁實際上咧嗱，我哋可以睇到呢啲揸飛機啊揸戰機。這個呢可能個技巧呢是很需要 是要非常強非常需要、啊、但是呢在體力上很強體力上呢都有這個中國的女兵中國的海軍陸戰隊實際上、加上特警部隊、啊、這個海軍陸戰隊和特警部隊呢就是叫做戰鬥力最強的因為他幫一般的普通士兵呢訓練是不一樣的好像一般的現在陸軍、啊、最多你一年、啊、給你打500發戰彈可能就、很頂籠了、啊、你的射擊因為 要疲廢的嘛、啊、要成本的嘛但是這些特警 部隊的戰士海軍陸戰隊的戰士呢、啊、他們可能一日就掃你500發都不奇所以他這些人呢就完全是用子彈位出來的他的體力要求呢同樣也很強的、啊、這個海軍陸戰隊實際上在全球裡面呢都是認為是 最能夠吃得苦最能夠體力是最強的他特別呢他還有個野外生存的能力啊、有一次呢、就是、中國的海軍陸戰隊呢就去泰國幫泰國的特戰隊一起去、做一個軍事野外生存的軍事演習、啊這個啊、經過、啊、很多的格鬥、啊、很多的、翻越障礙、啊、等等的表現中國一個
女嘅特警戰士咧，誒、這個海軍陸戰隊咧，啊表現好出色，哇！睇泰國嗰個軍官睇到，哇！真係好讚佩，咁啊一行過去就攬住佢就要影相，咁啊嚇到呢個女兵咧花容失色，喂，俾人攬喎嚇，即係話佢即刻就除咗聽帽，一睇咧啊原來係女嘅，大家知道啊，佢點解認唔出咧？因為嗰啲海軍陸戰隊咧面上都塗曬嗰啲迷彩色噶嘛，啊你根本就係。如果是罩眼一看你根本是分不出男女，特別是他的體力上表現了比男的更強，啊他當然得。跟著呢、啊這個泰國這個教官呢就出難題，哇一手拿了一條生蛇出來就切開他就喝生蛇血，跟著呢就遞給這個女兵、啊、要他都去喝，哇這個女兵、啊、想了一想，喂其實他說後來看回那些佢啲事後嗰啲採訪，其實當時佢真係唔想飲，而且咧覺得咧即係有啲反胃咁樣啊。但係為咗啊呢個女兵嘅榮譽，為咗海軍陸戰隊嘅榮譽，為咗中國嘅榮譽，佢啊眉頭一皺啊，皺一皺眉頭啊，都係將嗰啲蛇血啊生飲咗落肚啊。就係呢啲嘅中國女兵，啊、其實喂好多男兵都未必做得到噶。咁而家關鍵問題就話、是、嗱，我哋之後講到啊呢、這個海軍陸戰隊啊，點解啊即係中國同樣都要培養呢個海軍陸戰隊咧？實際上，我覺得咧，呢、這個方面咧，我覺得我自己認為咧，都係有師從美軍咁嘅呢個方面，因為中國嘅軍事改革咧，其實咧就冇隱瞞。就是要學習美軍的很多的長處，即是說在軍隊裏面，現在美軍他的最高的司令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參謀長的主席、啊、馬克米利，他可以直接指揮到這個特種部隊的單兵，因為他單兵每個人都有這個通訊聯絡，大家可以看到他們擊毀這個拉登時候那個在指揮部裏面就是這個啊、當時是、奧巴馬、啊、和、這個美軍的最高指揮、啊、直接就是幫、這個美國的特種部隊是直接聯絡直接指揮，那他減少了很多層次、啊、如果你說從、啊、參謀長、就去到這個參謀長聯席會議去到這個集團軍，集團軍又去到旅旅又去到營，營又去到這個突擊小隊，不是很多層次咯，你耽誤了時間，那現在就是減少層次，中國的軍事改革就學了這個。那同時呢 在兵員上面呢中國同樣都學習美軍，實際上美軍用女兵呢都是成過百年的歷史，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用女兵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現在實際上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已經是有女的少將，海軍陸戰隊其實大家都知道戰鬥力是最強的，他們都是培養很多的女兵，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國家學美國是不錯的，不要說低威，不是認低威，我說人家有什麼長處我們就可以值得學，實際上你培養了這樣的女兵，女兵在體力上、啊、可能幫男兵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女的呢同樣她有她的長處，例如她的心比較小，她的手呢比較靈巧，所以我們看見現在實際上中國的女兵啊，先頭講咗咁多，仲有不能不提的呢個導彈驅動艦艦長咧，叫做韋慧曉啊。點解？即係兩個位置個音啊差唔多，即係讀起嚟咧比較拗口。佢咧佢本身係一個學霸，佢係一個博士啊，原來咧就是、專攻氣象嘅啊。後來又去從軍啊，直接去掌握艦艇嘅駕駛技術，咁啊一步一步一個腳印，最後做到導彈驅逐艦嘅艦長呢、這個事蹟咧，其實咧就喺國內咧都有相當啊呢、這個廣泛嘅報導啊，大家知道喂海軍嘅艦長同樣有佢嘅艦長，咁大家再睇翻。中國的遼寧號、山東號、未來的福建艦，大量的女兵在裏面。實際上，現在女兵的優勢，
佢好多人，特別係招生，而家大家睇翻啦，大陸嘅大學裏邊學習叻嘅女生多過男生，係女生，因為佢嗰個成熟期比較早，佢比較乖，對接受嘅能力，特別係一啲啊數學方面、敏感方面嘅啊靈巧方面、細緻方面咧，佢往往咧就比中國有優勢，所以咧。中國的女兵實際上在現在的中國的軍兵種、啊、海陸空三軍、啊這個導彈軍、啊、航空部隊、啊、這個宇航部隊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其實都有女兵的身影。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們最後可以作一個結論，一個講義，現在已經不是冷兵器時代，即是说已经不是靠体力，不是说拿大刀拿长矛拿关公刀你那些、这个靠体力靠拳术靠功夫去打架，现在实际上是已经进入到瞬息化战，作战完全是超时距的，大家都看不到，就靠瞬息战靠雷达靠很多掌握的瞬息一按掣就将你歼灭，在这种情况下女兵的优势一定是越来越多，中国的女兵一定是会越来越多，将来中国的火箭军出现女军长都有可能。多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先。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支持和订阅 HKG 部帮我出声频道，按这个小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